家好，我是秦石。今天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个疯狂的这个钓鱼的 trip， 和两位钓鱼高手呢一块去 jigging 大湖里的辟谷。大家知道，这个季节温已经降到40度以下，这个时候呢，辟谷呢像一些大的河流，像那个湖里的一些浅滩，像沙底的慢这些浅滩呢，靠拢来捕捉这些 bay fish， 所以呢，这个时候是 jigging 辟谷的黄金季节。但是这种钓鱼活动还是蛮危险的，啊，这个大家看到已经开始下雪了，而且现在加拿大已经进入冬天了，风速非常非常高，非常非常高。钓鱼者的一个考验，这个这种情况下站在船上，大风30公里，真的是一两个小时就被吹透了，非常非常冷。但是天气再冷也挡不住这个钓鱼人的这个热情。钓了大概三四